我係兄弟們呢間嘢咧 ，JW Pastry， 法文嚟嘅，真係唔係好識讀啊。香港外邊有得喺啲露天茶座咁嘅形式咧，呢間咧食甜品嘅，唔係淨係生日啊或者係啊情人節嗰啲咁樣先至可以嚟呢度買嘅。佢啲蛋糕幾特別，幾好食。咁啊，價錢唔係話一啲經濟嗰啲嘅，咁就係因為咁咧，所以啲蛋糕先係特別同好食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就落去咧就買個蛋糕，因為之前咧就訂咗個蛋糕，咁啊試食下，咁啊睇下呢間嘢推介一下俾啲網友。喂，哈佬，攞蛋糕啊！我攞蛋糕啊！是不是有得望下先啊？系啊，吓望下正先，唔使啊，系啱噶。吓正先俾钱，哇正，即刻俾啦要。介紹俾啲嚇老友啊嘛！我呢度環境咁好咧，我相信我第日第一個做 live 應該會喺呢度開始。啊，呢度幾舒服喎，我覺得幾正。咪第日等佢開翻嗰陣時候咧，咁就大家走嚟呢度嚇食下嘢、飲下嘢、嘆下世界啦。依間嘢 OK。好啦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OK， 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